行，好，开始啊。是啊，行，先说、说你从哪来。我来自大陆的四川省成都市，大声点吗？是是啊啊啊啊啊，四川成都。我曾经是一个神经内科医生，是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届啊，后来在这个临床上，就是对西医哈、就是有点小失望，因为我自己咳嗽一年要咳8个月，我曾经是我们女排的队长，我东南大学医学院，篮球队啊，篮球，对，我是队长，我们打了4年的亚军，在江苏省高校排球，所以身体就越来越糟了哈，我就开始想把传统的这个医学，把它那个就是说趁着有生之年啊，所以我在2003年 SARS 那一年离开的我心爱的西医的舞台，我开始钻研这个。好，我们下午的行程，我们下午的行程是都不行，还是第一个主讲的是啊，就是专注灸法啊啊，然后完善理论实验。深测疾病性，2013年开始对外，到现在也才5年，很多人喜欢家庭白马啊，行了吗？开始。好，董医师、董元理医师、张院长，去外面。